就是一个普通人吗？ No， 你如果没有模仿这个能力，就是不行。大 S 朝圣汪小菲餐厅遭张兰助理赶走，委屈哭哭。汪总携夫人来视察了。哎，汪小菲张兰母子餐厅日前新店刚开幕，门外却出现神似大 S 的网红钟爱四，被张兰助理拒之门外。来，谢谢大家来啊，谢谢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别我跟你同框也不合适。好，行，好的。我当那么多人客人。你不要这么来蹭人的，就是一个普通人。No， 你如果没有模仿这个能力，就是不行。你要尊重我们。好的，我肯定是尊重大家。我寻思就是来捧个场，如果有来讲需要，那就我就去旁边就好了。大陆网红钟 S 因为长相神似大 S， 之前常和外形像具俊晔、汪小菲的网红们直播，逗乐不少观众。舒服的心服口服啊，舒服的心服口服。他们那边一直有人盯着我，还过来跟我说让我离开这里了。但我都理解，因为这毕竟是人家开的，是吧？他不喜欢我，那我就懂了。我其实一直是兰姐的粉丝，调整一下心态，调整一下心态。钟 S 当时被拒之门外，委屈泛泪哭哭。当时不少人以为他就是大 S， 直播间涌入7万人观看，也冲上微博热搜。我没有任何团队，也没有什么机构。就是麻油鸡开的地方呢，在我家附近，然后我脑子一热就去了。这件事情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到。很多网友说我下午直播的时候哭了，其实当时就是比较无助，然后感觉自己势单力薄，眼睛当时就有点红。兰姐依然是我们独立女性的榜样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然后变得越来越好。